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奥哥。很多人都说在华强北这边做这个二手手机生意的都能年入百万，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据欧哥这边了解到的情况，年入百万这种的话是有，但是并不是很多。这一般的年入百万这种的话，一般人家是有团队甚至已经成立了公司，这种的话已经有了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的规模，这种的话年入百万这个很正常，因为你还要付人工水电，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大的一笔开支，毕竟这里是深圳，房租水电这里都是很贵的。年入百万这个是很少，但是能像肉哥这种的话一天收入个一千两千，这种的话还是比较多的。像咱们这边的话，一天的话大概能卖个七台到十台左右。看一下今天我们卖了多少台手机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肉哥开了哪些单。在录这个视频的过程中就开了一个，这个的话是一台，这个是 S20 白色，它的话上来就直接付全款，这是一个广东惠州那边的。然后这个的话是一台港版的99星，这个的话基本跟新的一样，这个是4599全套包装。这个客户的话昨天还在肉哥这边买了一台苹果12 Pro Max， 那个苹果12都没到又再来下单了一台 S20U。 然后这个的话是 S21U，你看一下6699全套的直接上车安排，这个是皇帝版的，都是直接付全款。然后这个的话是一台 S20 都是99星的，还有一台这个 S21U 的。这个的话本来他是想买这个美版的，但是肉哥的话不建议他买美版的，后面的话他就直接买国行的了，然后付了全款。这个的话是广西这边的，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台这个准新机，这个激活未使用的，这个的话是 S20 加灰色，最后一台灰的，这个客户他也直接拿了。这边的话它是一台这个 Fold 2，三星的 Fold 2折叠屏，它也是直接全款打过来，我们就直接拿下了。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兄弟的话他是在别人那里拿了一台这个 S21U， 但是他拿那个回去的话，那个手机的话是拆过了，然后他就跟肉哥说，他说早知道在肉哥这边拿了，他下水之后摄像头就进水了。你看一下这个手机已经进了非常多的水，像这种手机的话100%是已经拆过。肉哥这边的手机的话是原装防水，可以放水里面去泡一下，这个没问题，因为咱们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原装机，这个也是肉哥一直来坚持一直做这个原装机。有些粉丝的话又以为咱们作假，这些的话都是真实，都是今天开的。 S20U 这有一台，这个就是那个港版的，我们这边的话配的都是全套包装配件，你在别家那里拿的话人家可能不会配这个配件。包括这个 S21U 市场拿货都是裸机，咱们的话都送有这个充电器，还有手机壳都会贴耳膜，弄得干干净净，整得跟新的一样。然后这边这两台的话都是 S21U， 512的是7599，256的是6699，都是送有全套充电器什么都有。然后这边这两台的话是 S20，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品质为什么要比人家稍微贵一点，你看一下这个品质就知道了，咱们这个的话基本跟新的一样，完全可以当新机。你看后面的这个新机膜都还在，这个是两台都是激活未使用 S20 加这个灰色已经全部卖完了，还有黑色的。然后这个的话，这个是一台 Fold 2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 Fold 2的话是非常好看的，全新全套的，而且它是原装对码的，我们已经放回去就不开机给大家看了，因为开机等下还要激活。它后面这里的话是跟这个串号的话是能跟手机对得上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手机全部打包拿下去发货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楼下面的蜂巢快递，然后我们现在把手机放进去就可以了。有喜欢三星手机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肉哥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